403瓶子，好，这一题呢，我们先将瓶子外观的这四条路径啊，还有中间这一条路径呢，先把它画出来。好，那这边呢，点选草绘，选 From 面草绘。好，我们先画中间这一个啊，这里到这里是长是140，所以这边画一条直线。这边输入140，好，确定，好 ，Ctrl D， 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先画这个面啊的这两条路径，好，所以这时候呢，草绘，选择 From 面，草绘，好，然后呢，点选参照，我们参照这个端点，好，关闭，然后这里呢。画一条垂直的中心线跟水平的中心线，然后画直线，画圆弧，好，再画一个圆弧，好，再画直线，好。然后呢，这边要相切。好，完了之后呢，选取做镜像。好，点选法相，这里到这里的距离，这里的距离啊，这边的半径，这边的半径，还有这里到这边的距离。好，完了之后呢？选取起来，右键修改，好，再生拿掉啊，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是60，啊，这边80，这边40，这边30，这边20，好，确定，好，完毕之后确定。好 ，Ctrl D。好，那完了之后呢？接下来我们要画这一个路径哈。好，所以这时候草绘，选择这个面，草绘。好，一样，我把平面显示关掉哈。参照这个点，好，关闭。好，那这基本上呢，这个。部分跟这部分上半部都一样，只是下半部这个不一样哦。所以我们这边用档案系统，哦，工作阶段刚刚画的这个草图，好，然后呢，这里按右键移到这个点来，好，然后呢，这时候按住左键移到这个点，好，这边输入一。好，确定。然后呢，这边，好，这边呢，我们让这个点跟这一条线要重合哈，点跟线要重合。好，完了之后呢，把这里改成40，好，其余的不变啊，其余的不变，好。确定，好，平面显示打开，好，这边画完之后呢，好，这边画完之后，接下来画这一个哈，圆角半径与平高对应的曲势图，也就是这一个圆角半径它的变化是依照这个曲势图来变化哈，所以这边要怎么处理呢？好，这里呢，点选基准下面的图形，好，然后给图形一个名称啊，假设我给 A、B、C 好了，好，打勾，好，然后先给一个坐标系，好，再给水平的中心线跟垂直的中心线啊，好，利用直线画一条水平线，斜线啊，一样斜线，再画水平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要标示啊，这个到
这条线的距离，这边的长度。好，然后这里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导圆角。好，然后完了之后呢，这一条线跟这个中圆心呢要在同一条线上哈。好，然后再利用法相啊，圆心到这一条线的距离，还有这个点到这一条线的距离，还有这个点到这一条线的距离，还有这里到这边的距离，还有这边的半径哈。好，完了之后框选起来，右键修改，好，再生拿掉哈。来，这里呢是5，这边是80，这边是105，这边是130，这边是140，这边是10，这边也是10。好，确定。好，那这边你会发现呢，这个部分 DES 轴这样子整个图呢画不出来，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必须把这一个要拉到高于 S 轴的部分，所以这边呢我们把它乘以10倍，基本上不一定要乘以10倍啦，只要能够这一个高于这个 S 轴就可以，那我们都乘以10倍好了，所以这边100，好，这边5呢就变50。好，确定。好，确定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做扫描啊，先点选中间这个轴，按住 Ctrl 键，再点选1、2、3、4这四个。好，然后呢选择可变的啊，可变的，然后点选编辑扫描截面。好，然后这里呢我们用一个中心矩形啊，画一个矩形。好，然后呢重合啊，这个边要我们先把平面显示关掉啊，通过这个点，这个边要通过这个点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草图检视啊，我们把这边做圆角，好，然后呢这一个等于这一个等于这一个等于这一个，好，完了之后呢点选工具，我们这边要做关系式，好，然后这个半径呢等于，好，等于呢我们这边用一个函数啊，这一个啊，这一个函数，好，关闭啊，然后这边利用 ABC 这个图，然后逗点 TAR 啊 TRAJPAR， 好，然后呢乘以140，好，那这边呢因为我们刚才这个部分有各乘以10，所以这边我们回来要除以10，好，按确定。好，完了之后回草图确定，好，确定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画出来的瓶子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要做薄壳，点一下壳后呢题目告诉我们这边的壳后这边是1，这边是 2.5， 所以这边输入1。好，然后呢非预设厚度这边点一下啊，点选这里啊，这边改成 2.5， 好，确定。好，那这样子的瓶子呢就完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一题啊，它我们体积近似值为何，所以点选分析质量属性啊，点选之后呢来体积是这一个，
好，表面积呢是这一个。好，第三呢，它告诉我们 A 改成 6，B 改成12啊。A， 好，这边的 A 是这里啊，那 B 呢？好 ，B 在这里哈，所以这边要更改的是这个 A、B、C 这个图哈，我们选编辑定义。好，打勾。好，这边要改成60啊，这边改成12。好，确定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体积为何哈？一样，点选这个坐标系之后，体积是这一个。好，然后呢，表面积是这一个。Y 轴坐标是这一个。好，以上这边呢，就是403平直的部分。